劲爆，不总是劲爆吧？这哪件都是。老板，你这么的，这件不是我要这件，我这件。行，要这件行，2700吧。哎呀，嘿，这衣服真不错呀，料足好。打点折呗。这都是打完折的了，你是现金呢还是刷卡呀？老板，你这么的。 你再给，要一点行不行？行，我也不跟你磨叽了，你可别磨叽了，行？我这呢啊，你重新买，我给你打个零头，85不要了，你给2700，就完事了，交钱吧。你看，老板，你这么的，我重新买，你也重新卖，你也别说2700，我也别说2800，咱呢，你就一口价，我给你82块钱。 你是不是拿我当礼拜天过呢？啊！今儿礼拜二，你啥记性？什么礼拜二？我瞅你像个二啊！能不能整明白的？我卖这服装，你以后你好，你以后我看一看，我这服装是多少钱？你都是两三千块钱，你现在买个裤衩子，你还得他妈七八十块钱，你是不是玩？你是不是没有钱呢？你。那什么，今儿我觉得你给我真给我叫，今儿我真没钱。 你发现你这人怎么你没带钱，你烧着扒拉半天，你又挑半天干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你我这衣服在你屋怎么埋着呢？你哪儿的人呢你呀？下山山的。你可别埋汰下山山，下山山有你这样人啊你啊！老板，你别吵吵，这件衣服我定了啊，我现在回家马上取钱，你等着我定了，你等着。来，把衣服拿过去，行不行？给你，我等着你。 也没有钱上，我这翻了半天，翻了个什么？哎，老板啊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看这衣服，你别往里挂，你是不是卖的呀？哎呀，怎么不卖呢？不，你不说取钱去了吗？我这可要我取什么钱呢？我取钱呢？就我这身份，我哪天出门最低都得带3000块钱。不，你带3800，不，你不都看完了吗？还看啥呀？ 这衣服你跟我说心里话，这衣服到底多少钱？你先我都跟你说过了，2780。2780，哎呀，这衣服倒挺值的。你那么的吧，那个你能不能稍微给让一点？还让？不都让完了吗？我说80零头我不要了，我说你给2700我就卖你。那么的。 兄弟，我是诚心买这衣服，你也别说2700，我也别说2800，咱就一口价，我就给你扔60块钱。不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什么就是疯了？你这一会儿你就变卦了，什么玩意儿？60块钱？就你那出，你要没拿钱，你兜里不揣钱，你就别跟我这嘚瑟了，你也别跟我这飘了，还六十八。这鸟，我今天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你是，你要真想买，你要真能拿出来钱。 90块钱你拿走。哎呀，多少钱，老爷？90。我给你100，不用找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讲价归讲价，那10块钱给你打个小费。 刚才订那件衣服呢？你是要现金呢，还是要卡？你瞅我干啥呀？你问谁呢？我说你瞅我干啥呀？问你呢？ 这怎么了？是你怎么的？我来买衣服啊，买衣服这衣服刚才我订的。这个人，你这，我钱都给完了，你订的？钱给完我订完了，我钱都给的手了，你订完，好使吗？那么的？好，那你花多少钱买的？我花80啊。你那么的，你要抢那衣服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
不是，那咱能不能跟我过两招？过两招？过两招？我怕你我啊！呀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想打上外边打去啊，你别耽误做生意，听着没？出去啊！装什么好人？俺俩用啥打仗，知道不？用啥？不就用你吗？你怎么那么用着我呢？我问你这衣服你卖我多少钱？90吗？卖我多少钱？2700啊！你卖他2700，卖我90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